我7岁的时候跟我奶奶一起回过东北的老家，还是有小时候那个记忆。后来资讯的不是很发达，所以以至于我们两家人就失散失联了。奶奶，奶奶，你要不要回东北、啊？东北对她的意义，就像我奶奶对我意义一样。你如果想到她，如果突然离开这个人世间，我会突然觉得就是没有家人。挖点土回去，奶奶。她一直很想回来，就是我奶奶的一个生命的起源嘛。我希望在她走的时候，我可以为她撒下那把土。找到好看，就会找到好看的那个另外一半。理想中的对象应该要能够引领我成长的人，大家对生活有个默契，然后对彼此有一种很超然的信任感，淡然的认为彼此两个人的关系哪怕可能到明天都可以很友好的结束，就是一种很成熟的表现。我是王静怡，我来了，你在哪儿？